刚刚那是挑衅的眼神，到一点点就好，因为这是要干掉的。我倒了三滴，一滴。好一点的题目吧。为什么要感觉在摸牌？他习惯。冷冷的那一夜，是我想起那个无聊的人。我绝不撒谎，全是真心话，否则你先明年再生一个。哇哦，这么嗨哦！否则我今年也来生，嫁不出去。哎，干嘛这样？否则我永远抱不到孙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甘甘，我是甘妈，我是甘姨，真心话大丈夫，乌拉拉，怎么嘎嘎不见了？嘎嘎乌拉拉，看我，好虔诚哦！你都看什么样的 A 片？啊 ，A 片，你嘞，妹妹，香囊哎，我拢看香囊哎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是外国片。哪一国？都看德国、美国都有。因为我比较喜欢看 gay 片，两个男生的，对，大家不一样嘛。不一样，对。让我念出你手机上的浏览浏览记录，应该没有奇怪的东西。今天早上塑胸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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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塑胸，啊，都是塑胸，全部都是塑胸。记录就是这个而已，就我昨天在那边看身上的痣啊，在看那些东西，眼下痣、脸颊上的痣、儿童痣，然后还打错的，儿童上突然长红痣，痣类啊，痣类，对对，因为痣气，痣气，对，请从抽屉里取出，他是说色情文学朗读啊，我看到了，好， okay. 就知道刚刚会念。摩擦着鲜的双乳，食指轻轻滑入，慢慢的动着手指，感觉到紧致，有点痒。拜拜。18禁日记，田真女文，你们可以喝，你们可以喝。哦，我不喝了，我干嘛喝？我们有动作哎，你有动作，对啊，我有抓痒。好，你有没有在大自然中打过野炮？海边也算吗？废话，海边啊，对，有海边室内的吗？裸炮吗？还是海炮？还是山炮？就可见他有，他很丰富。那阿姨有吗？跟你这样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河炮，那就是河边。我是我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不卫生。不公平，你们都没有，我有。希望你们不要看到这个。画出对方在你心目中真实的样子。我要发挥我的美术天分。浴室，好巧啊。嗯，请问你画谁啊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我画在厨子吗？他就算今年2019就是年度的字。好了 ，OK， 好，好了。他虽然是女生，可是他有帅帅的外表，就像一个男生，所以我用一个比较不明确的脸，就是男是女，就是帅嘛。有一点胡渣吗？胡渣是因为线不太好，笔触的那个啊，对对 对， 對，不太好画。这一张就是 Love You， 就是宝贝，加油，永远妈咪永远都支持你。嗯，我先说阿姨好了。这个双胞胎是因为我妈妈有三个妹妹，对，就是他们两个最像，另外两个阿姨还没有那么像。然后我阿姨很会开车，她可以边开车边跟你聊天，然后单手这样，然后她会找上你，没有，就是但是她还是很安全。请问你这两撇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两撇是你爸给你的经验，遗传啊，遗传外公的经验。我把你的脚画稍微长了一点，这是你的脚的部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对，然后这是他就是
就是我们聊天或是 LINE 上面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结尾都是妈咪爱你哦，妈咪爱你哦，所以就是给他一个很黑的爱。黑的爱是我的皮肤关系吗？因为脸不好画，就画在反映在那个爱上面， okay. 然后加上他很喜欢就是聊天，提醒。你目前跟几个人发生过性关系？喝吧。那这样熟不够熟？我说他。干嘛？目前？目前没有啊，没有。那阿姨先讲啊，我还有谁？就一仗一个人，就目前，目前那我不知道。对了，他说目前也是。好，黄刚刚，一个，也是一个。OK， 那不用喝啦。第一次性行为是什么时候？像我就是18，17。那甘怡呢？16啊，因为我17生日。对，那我15啊，哎呀，兄弟，你什么时候15？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讲？15是国三呢？啊，对啊，就是纯纯的爱那一种，对，国中开始就是有交啊，性行为，啊、不然呢？你以为他在讲第一次的恋爱吗？还比妈妈强，还小小声说，你对我说过最大的谎言是什么？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漂亮。对，我知道你想要讲这个，所以我先赶快讲。妈，你今天很美耶，好像25岁而已。有的是善意的谎言，那不一样吧？妈妈每次都骗我说等一下回来，因为都没回来。好好说话。若我和你的伴侣掉下去，你会先救谁？来，你先说。但是伴侣啊，我无所谓啦。我会救阿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姨都会过巴士。不是，因为跟阿姨跟就是以后的伴来讲，我的伴一定比阿姨年轻，所以我就会说，哈 ，hello， 游泳就是请你自己游，然后或是我抓个树木，就是你抓一下啊，我先救我阿姨这样子。我会先救你，救我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下一个伴侣会更好。宝贝只有一个。红色象征性 ，sex， 你最喜欢什么姿势？你要喝吗？他又在暗示你。哇，因为你这是在河边了。啊，真的干了。帮我回答吗？凤在上，龙在下。听得懂吗，大家？我们都不懂，对，我们太单纯了。好吧，下一张。啊，他还没讲啊，想干嘛跳过、啊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啊。我知道。哇，一点点就好。你想不想在10年后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？同一个屋檐哦。10年后哦。10年后，我看你算一下你几岁。56。十年后哦，十年后，很希望啊。你是在客栈口述？碰。你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？阿姨啊。我有啊，因为我对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对象，大概是。我先喝了，我刚喝了。好了，我大概是上个礼拜吧。风在上吗？就偶尔，就先上后下。如果我变性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变性，我变成男生的话 ，OK，OK 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讲过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永远支持你啊，真心话。应该就一样吧，不变，一样不变。因为我觉得。想要的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换你了，讲完了。哦，如果你变性的话呢？啊，变性，也是要我了吗？你都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真的要变的话，就是那我是要变什么？就是变刘德华之类的。好，你在做那件事情，都人最想讲三句话是什么？可以叫我你要多久？这个我没办法讲。他们也可以回想啊。
没有啊，算不算讲话？或者是那刚刚呢？还要喝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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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喝的。好，一定要回答，我们跟阿姨都有回答啦。就是会问说，就是我会不会太粗鲁？会不会不让你不舒服啊？你说我的吗？你女儿的。请含着一根汤匙的胡椒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一根汤匙的胡椒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就是那种很香的那一种。五香粉吗？不管香不香，重点是呛到会不舒服。你给酒，等一下最后一杯还不是一样？好，先帮你斟上。没有啊，你不用往后仰啊，先小心呛到。我爱你。哦。我会更呛吧？哇塞，爱你！哎呦，不错哦。对。什么？请问你上一次自慰是什么时候？我从没有自慰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对象哦。我也没有自慰过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这一题是针对我？好像只有我能回答。Dirty talk。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应啊。对啊，我喜欢紫色，然后跟我一样是啊，来不及。OK， 那我就选蓝色。耶、yeah. yeah.。